百类水杆挑战，赢了送200，喝了给100，如果输了来一瓶水。水杆上，来，我水管光光，这么光力气大就喝了，半天都抢不上。大爷，我先走了啊，走，当铺，当铺铺，那给我倒一锅，我也上吧。出去，来进去。你想按我马来呢？哎，给你个机会按去，上吧。永兵，咋办？我对局了咋办呢？还走到一点创意都没有的。谁跟你对呀、啊？想得美。你不对是你的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打你呢，给你告诉你下一回。又是中炮对屏风吗？来屏炮。别打住，先打住。我亲手，你把祖国吃了又不打你还。平均跑哪去？上个市，上个市，他吃炮来了。他这个又吃哪去？对呀，那吃还吃我死炮呢，小子。退炮也打，哪有死炮呢？进去。退炮打，退炮打了。又来了你。大哥，你们三个人下我一个人，甚至不武啊！来进炮。你好。那北国的就我最看重量。来。哦，对。试试啊。来平炮。上马。是吗？上马炮丢了，哎呀。看住。啥？炮丢了！哎呀，我的天，臭不臭啊？哎，喂他，他这个动作是跑车，人家过来了嘛？哎呀，哎，将军咋办？吃掉，啥意思啊？这吃了吗？就我不吃了。哎呀，他不躲一下，为啥送了？我靠，他躲没处躲，知道吧？那躲咋？人家躲到这咋了？来上吧，下轿，快下轿，下轿，赶快！会喊你让手麻了。啊，再进来，就是的，我就又进来了，好了。来，边组吃了。打狙，你还想偷打狙啊？上这个我先，把狙路明开。平狙，嗯哼，这炮你能给你吗？想吃我的炮？啊，进来给你压住咋办？没关系。进狙。你看，哎呀，平炮对狙吧。对，这我早想好着呢。吃了。他没如果没死，他现在又没气，对不对？他能干啥？你让他走。哎，中卒丢了吧？这小军嘛，你吃吗？这个不能给。彩军那是跑来，就来按住了，划不来。来拱兵。你在屁股打他吗？哎，快进来吧，难受的，把人拱外头。高处不胜寒，冻得很的，然后拱到外头。我继续拱兵啊。房房里面来进来，他就暖和一点了。搁中铺的，出炮去，爆仓！来上市，看住！不要别踩了！踩了！不要说，我把那炮先给他吃了，他不是出来了？来进炮！进炮打我的卒了吗？那你能打上吗？看住！呀，现在安全了，我觉得很安全了。平狙咋办？还想打我卒呢啊？不弱鸡汤。他打你卒，他进兵啊！我那卒哥没见过的。那啥招？来，卒给你吃。啥意思嘛？你这是？人家不换呢，我想着跟他换着呢。人家肯定不跟你换。他这个狙现在走不动还。咋走不动？那我上马不就行了？你进一狙个绝杀多好就骑嘛。哎呀，想进去压上也蒙光，人家把炮给你降掉了。哎呀，平炮。还进去死的。又来了。你看他不是害怕了？我提前下来行不行？我退狙。你退狙对不对？这马去哪？我先吃炮，我可以。往这跳吧！哎呀，那吃炮了，兵工之类的。工兵，还是得跳，最终还是得跳嘛，对吧？先跳。平狙。上象，没起来呀。那上个象怎么马就过去呢？我的妈，他这狙又没过来的。来上马，咋办？哎呦，他我马这都看着了。干啥呢？我先走掉。随便走掉，他这东西他。飞象，在兵工室里，兵工室好通马了。先把马顶住了嘛。吃啥着呢？这吃的。飞象先把马顶住。象踩掉了。踩掉了，踩掉不吃掉嘛？你顶住嘛？说的。顶住就行了，那个是。来上马。他踩我吃掉吧，他撑下来我跟上嘛，他咋了？他又不是有气的。不能踩啊！连环马了你。连环这个啥？打掉这个。咱俩拼这个。来，炮也丢了吧？吃了，一炮换。那吃了，咱炮在这地方呢。哦。哎呀，有个炮啊！兵给你吃了。你有几个我就不相信了。原来那俩军工哥喝奶奶骂的，说退狙还想吃我呢，是不是？那你还在换的会了？哎，缺的。哎呀，这正踩象了。进炮咋办？踩象打马。哎呀，靠他进吗？他不踩干啥呢？这不供的少了吧？不给了，这回就不给了，这回不能给了，给了人家吃这个呢。
来进去。回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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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了上了。回马回马回马，回马看住香。回回马，什么也上不去了。哎，金雀吃饱饭腿下。快跑！吃了，说他打吗？抽筋，输掉了，这都没过河呢。他打，哎呀，我先把顶给他摘了。对，他干啥呢？哎，我就刚才就让他打了，他这多好。哎呀，他先进兵再打，你想的啥操？哪有个操呢？操的哪呢？操的哪呢？打死了。平局咋办？他也不管我准备他了嘛，其实我想他准备呢，现在管了我就他了嘛。别这吃嘛。来，拖去。看住。小伙子，抽筋。看住他这边走了，是吧？看住他给你吃回来。哎呀，平局看住嘛，看住他的主了。平局，看着看着，人不嘛，顶啊！这咋了？哎呀，哦，踩了踩马，我踩去啊！踩马踩了，踩了。哎呀，我踩了，踩掉人家来是追跟上了，也是很踩，马不来，再上从这边再上车。你看你这马蹦哒蹦哒，我拽来去，他的追不是跟上我拽来去的，对不对？再把那个，我操我操，将军，你这马都不尿不着，继续吃，来吃。我没事啊，干啥呢？我这鞋子为什么就转呀、啊？转了两圈子。平局，我旅游着呢，我就到全旅免费旅游了，干啥呢？再走着，再跳着，我就来了，咋的？我就转着，再跳着。哪有这样吃的呢？哎，吃吧。啊，你吃不吃的？这回这，然后那点了一小酒，哎呀，冻死了。那喝酒呢？我就是看他。进去。你看，咋办？上相上相咋了？知道什么？对不对？那啥我，那只是他有点，他打掉他掉，对不对？来，马死掉了，退局。哎，马死掉了。咦，退局看住啊！哎呀，相丢了，丢掉了，打个人。哎呀，马错上相。相丢了，哎呀，受我死了，我说。哎呀，我不要了这个。那还怎么紧张？那还。来，退吧。你看，马就死掉了，我的马活了，上了，这回赶快上呢，我这回这回上了，踩掉，马踩掉了，上掉就行了，我蘑菇蘑菇，乒乓，哎呀，蘑菇，啥知道不？马刺，哦，下士下士下士，哎，车开过来，不行，来乒乓，哎呀，再上士，上士上士，这回安全了，啊，转来转去安全，至少呢，总算安全了，这叫啥？来退去。直接踩了吧，把这个塌了塌了，但不塌的是难受的，塌了塌了塌了，将军，将军呢？将军呢？哎呀，将军呢？来，帅哥哥，进局啊！对呀，哎呀，我拿出来呀！那菜不扑进去了呢？骂过来菜扑进去了，踩不上这局，局嘴呢？局成个焦沙就没了，局嘴呢？平局，哎，不是。出来了，他干啥呢？我不出来了吗？他单局寡炮吗？我继续平局。马死掉了，能死吗？是吧？他出来。哎，待会跟他对局。我先出面。回马对局。回马，我上他，这么好的哦，局有根啊。对掉了，对掉了。平局。好，这再上。哎呀，咋上不去？就缠着呢。你这怎么打死？一朝饿死。平局咋办？不要说我胜之不武，你说。炮踩了，炮踩了。哎呀，这将军呢？将军呢？不慌啊，不慌。来，平炮。哎，我这。这就是周着。哦，去给他割断。来，进去。嗯。没地方跳了，我就再回来。平平。哎呀，我刚才就想到这。哎，炮踩掉，炮踩掉。啥上不来啊？他多兵着呢，他三个兵呢。你不得拆吗？这个哥对掉歪了，行，要啥不攻的上了？这个哥是，对不对？放你，哎呀，这个对掉，把这个对掉，再把这个对是，对掉他就没气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合了，哎，这回合能合吗？将军，咋不合？哎，咋合不了？咋不了？还有这个，两个兵都过来了，狙对掉嘛，我对狙嘛，对不对？来平面，我吃兵，我吃兵，就是我吃兵。哎，把对狙对了就合了嘛，狙对了还不合？来金兵，对上了，来不及了，不认得，来不及了，再去金兵，再想办法把狙对了，绝对合了。来金兵，咋办？我给笑，笑飞了。工具，不做了。来，我继续金兵。进去他就上，这个不让过来，这两个人死的。上来，上来，他干了，阻拦着我，他将不了。进去。咋做的？你们真了？哎呀，还走吗，大爷？扛不住了，吃上。哎，不行，还尿，水都喝不成咱。输了喝一瓶水给大爷。
哎，行，那可行。小强，你连输好几盘还坐这干嘛？抬走，下一位换。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。打不死的小强，那你先走。来，上吧。上吗？出去。别出去。来，平炮。哎，进兵啊！我拱卒。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一盘。来。打你踹，少笑了呀！我的象飞起来咋打？啥意思呢？这个我上马，他放着吗？他我也上马，咋办？哎呀，拐角马，我就不跑，看住。现在呢？咋办？得吃个准的，那现在我退一步就行了。你看，你还不是退回去了吗？皮炮，哎，你揪住了，干嘛呀？想进兵啊？让你进来。我进炮，你进炮，我在上马，不理你啊！哎呀，还抽我军啊！逐鹿推脱脚，是上马。来，中炮盘头马，来，我进炮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架中炮呢，是不是？架中炮呢？架中炮呢？踩他马，还有用吗？他？我退回来咋踩？退回去了。哎，进不回了。你看。上马，局面够了，好好好。我继续上马，继续上马，来，我上个士。你咋架中炮了？哎呀，没用。来，我也上士。有啥用啊？来，换掉，换掉，我上马。上。哎，打了。哎呀，你咋不拱啊？踩掉关羽兵了。不踩。上马就行了，我踩他干嘛呀？我，人家直接下中炮，哎，来，我平炮，没用，他有啥用啊？来，他进去我吃他炮呢，我。进去。他吃你马呢、直接一马换双象，气死我了。别那踩回去了。就我这暴脾气。我给你相了不就行了吗？我专治你这暴脾气。那打回去。一马换双象，骑士必英雄。打回去。还抽狙呢？哎呀，这气不着了。进去。哎，那还没打。你看，这炮不是又丢了吗？哎，你这炮要丢的吗？你这人家丢的。进去。哎呀。哎，他敢吃马呀？他就吃什么？我操！一点饿死他，还敢吃我炮？这吃什么？那咋不敢？那会马就解伤了吗？你我操！我这炮吃素的，吃什么？吃什么？不吃，吃它干嘛呀？来，炮炮鸟啊！吃什么？让马给打了！哎，你撤吧！来，进去，咋办？你就没看懂？哎，来打了！哎，哦，上招是吧？拱卒！哎呦，这还是受不了了！回马，回马，回马！哎，马回来，马回来！还不吃我，不吃我炮还。平卒。打个士，赶快打个士，要不然人家跑过来，人家是公主，还是个是两个。直接打了。对对对对，打个士就合适了呢，这就合适了。那谁公主咋？对士。公主那那公吧，赶快把卒分过来。直到这边来。这哦，这前卒后炮啊。炮娘到啥？哎，平局咋办？将军，先将军，对，将他一军。哎，那我出点了呢。我出来就行了，咋将？吃中兵，举起来吃中兵，先将起来。哦，将个点，再把中士吃了也行。我上二了。再将一下把中士给吃了。能求吗？吃了，中士吃了还吃他的药？没有。赶快收兵啊！哎，收兵。把中士给吃了也好。来，我继续工作，咋办？收兵，准备下残棋。来，上个象，你过来我就象了。好，你为啥不攻过去呢？攻过去，他马上来了，攻过去。那谁上？他马也上来了，上完还踩那马呢。他上，他上。来，我上了。哎，他了，真上啊！我就给你踩了。哎呀，这仗花钱啊，赶快。他硬吃，我看你还有啥。象回来，别让他吃了。对，我象回来。将军嘛，主食吃了，哎呀，那就看不上那个主食，咱扎手那是两个。来，我继续上马。将军吃主食，将军嘛是吃了，吃那干嘛？吃松。哦，那个就看了。哎，他兵不是丢吗？来，我继续上马。
他兵不是丢了吗？不用了，把这个吃了，他吃点管喝的，长个就吃点管喝的就行了。不用，先将一军，打一将军平时还我泡着呢，没看见。哦，对对对，打一将把中兵吃了。上士没有心，中兵吃了。来，现在把他中卒吃了。吃这管了喝的，哎呀。陕西啊，队长还吃。进去。走。这个能吃上吗？哎呀。吃嘛，我这个就行了，不要吃啊。我这个就行了。我上吧，咋吃？再吃双，再吃双，吃双。哦，对对对。我操，我操，他逼我的嘛。将军，别过来吃了。我就吃你。嗯。他走。他走，让他走。该走吧，那个要兵要过。来，我退吧。赶快过这个就行了。那不过，过这个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兵过去就行了。兵那个了。他那个小猪哪能换了？拼桌，不管他，先吃一步嘛。对，再吃一步嘛。就过了这个兵了，兵就过去了。来，我看住你咋吃，看住了，顶他，出去顶他。对，盯住他。嗯，出去顶他。他不没用了吗？他。正好边兵给你吃。哎呀，分开。边兵丢了。分开。这啥呢？这分开。顶啥嘛呢？对对对，这分开，要就走不出来呀，都不顶了。啊，会嘛？有才呢。我你把这军花上，他拼桌，吃那个士也不敢吃。先上个士，先上个士。都挂士了啊！撑起羊角士，不怕马来攻。我继续工作，咋办？不管，这都挂。现在我就不管你喽，将军。下来不就行了？咋将？都是。现在上个士啊！他不啥不行。赶紧跑回家，赶快！哎呀，不回家不行。拼桌。又想卧槽，卧了卧去，不管。现在没用了吗？卧槽，现在没用了吗？是是，是是，对他不敢上。啥事了？卧槽，卧槽，你敢吃吗？你敢吃吗？吃敢吃吗？来，打死你！我操，直接打直！没用，他下士了。下士，你这不笑死吗？那岂有下士？将军，往哪跑？出去，出去。能出来吗？我咋出不来啊？出不来啊！哎呀。你听我说，几句话都没有，咋出去了？来，退吧。看住了，微笑，笑他笑，微笑他笑，微笑笑他。没用，没用，赶快走。微笑笑他把兵给打了嘛。兵贵神速，赶快过。退去。我还有几步就赢了嘛？你看，哎，一二三，就赢了。不用管那个，把那个打了。我继续退去，咋办？再敬一呢？再敬一，现在再打，知道吗？那跑那呢？那让那这下这下要是。我下士，让你打吗？打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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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了，合了，打就行了。还有一个卒呢，哎呀，打，打掉就合了。他单居领事，打马，这马走了再吃兵啊，知道吗？白吃，要白吃。来退吧。那你看，来吃了。嗯、来，先交一军。哎，对，那下士了吗？下士不行。哦，三个来，哎，进炮，出去。哎，先进炮，他这是死的。哎，嗯，对，这是二楼，吃掉，吃掉。哎，现在给他吃了。哎，这个毒蛇打的好。哎呀，哎，这是赢了，那肯定赢了嘛这。退去，别高兴太早。再叫。吃嘛？来，过来。他敢吃吗？就来，我上士。他敢吃吗？再叫。就问他敢吃吗？再叫。哎，我继续上市，没讲着啊，来，我再讲，兵没了，这样子的，我下来，猪死掉了，哎，哎呀，吃马，吃马，猪死掉了，哎，对对对，吃马，骑过来，骑过来，平兵啊，怎么死的？对对对，马不走，怎么死啊？嗯，哎，边兵打了，还有啥？哎呀，吃掉马，吃掉马，吃了。哎呀，这喝了这，他咋赢了？这喝了，喝跑吃掉了。那这个那将军吃掉了，我上来，吃上了吗？伤害给你跑掉了，跑吃掉了。他肯定吃炮，炮给你吃了。吃那病，吃那个病，你这要你这要先吃士，这要你碾死了，先吃士。哎，来上来，将军，将军，跟紧你，跟紧你，我叫要阻止他，你就阻止你就喝掉。对，跟着你，哎，他进来了，你这样跟着他，他永远过不来。刚哥把思想回到位就喝了嘛。下降，下降，他上去都那把思想去了，你说是？哎，喝掉了，
下去。行，我再上来。行，吃酒了。喝了吧，行不行？行，喝了吧，大哥。哎，好。